我真的很喜欢演戏，然后我还是想要继续演下去。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以课业为主，你就好好念书。大哥，我觉得真的很开心，然后很荣幸，然后真有说不完的谢谢。嗯，你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，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，值得要演。小小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啊？那时候看剧本的时候，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故事，然后我也就觉得怎么突然就接到这么特别的角色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跟导演跟监制去聊一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们好像对我都很有信心，所以我就决定可以尝试一下。是，我再问一个这一位是。那得奖以后，不是不用讲得奖以后了，就是小小获得这个瞩目以后啊，那你自己对表演啊，就是有什么想法吗？就立志要做演员了吗？还是说，这只是课余的一个兴趣呢？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？我真的很喜欢演戏，然后我还是想要继续演下去。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以课业为主，你就好好念书。啊，所以现在如果有片约来找你，你不会？答应吗？还是看情况？会，可是就还在想说 ，OK， 就是以后要做什么事情？是，嗯，好，那我们谢谢，也恭喜林品彤获得本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。